家好，我是 CHU， 今天想要为大家试吃一下这一款多利多汁，超级多人拍过的影片，我自己是看古娃娃的影片，超级吸引我的。我应该算是小小的多利多汁迷，虽然说我不太敢吃辣，但是它的 cheese 口味我非常超爱。今天它出了一款新的口味，叫做美式辣 cheese。其实我前几天就知道有这一款饼干，我一直很想要吃，可是呢，我在逛超商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发现这一款饼干，超怪的，明明 YouTube 很多人拍，但是我却买不到。就在昨天大半夜的时候呢，我去全家，发现了架上的最后一包哦，它有个它自己的小专柜，它只剩下最后一包，而且很小包的最后一包 ，Seven 像。没有看到过，如果大家想买，有可能要去全家买的样子。但是我觉得再吃这一款辣 cheese 给你们不够，所以我就另外买了两款架上还有的辣饼干啦、啊，我们就一起试吃一下。这个看起来也爆辣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叫做卡拉姆啾，极星口味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比较普遍的乐事品牌吼，它这个叫做导弹恰泡菜，这上面的这个辣都有火啊，所以就看起来很辣很辣。反倒这个多利多汁就没这么的出色了吼，感觉以外观来说，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不辣。当然吃辣的东西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东西辣死啊，所以我另外有准备牛奶。买大罐一点，因为我很怕我挂掉。因为大家普遍都说这一款辣的是饼干中的王牌，就是超辣那种。我就不信它外观看起来这样子，最好是有这么辣。糟糕，我讲话太大声了，我哥都听到我在拍什么。我原本想要整他的，我原本想要叫他吃一口这个，现在被他听到，他就不会吃了。GG。目前以外观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最辣，第二名。第三名，直接来试吃辣。我们就先从最不辣的开始吧。我个人呢是非常不会吃辣，我平常吃饭不可能加辣，但是我是敢吃啊，因为有时候那种辣劲还蛮能接受，只要不要太辣我都可以接受。虽然说我不会特别去吃辣，多利多汁美味辣起司来了，浓郁的切达起司配上美式辣酱的调味，每一口都让你辣的酥麻。这个最好很辣，还是我有买错？应该不会吧，应该是这一款辣起司吧，而闻起来就完全不会辣、啊、闻起来起司味算是小众。来，你们觉得这看起来会辣吗？感觉就跟普通的多利多汁一样。哇，它是慢慢的提升它的辣度那种。哦，真的很辣，它是有点呛鼻的辣，瞬间觉得嘴巴这边都麻麻的这样。可是我觉得还没到非常顶级的辣，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，还可以接受。以我这个不吃辣的人，我都可以接受它。它是一瞬间啊，大概过个15秒左右，它就会不见了，你的嘴巴就没什么辣感。可是不至于让我想要一直吃它，因为它真的会有点呛啊。不知道我们后面另外两款会不会比它辣的？那再来就是乐事了。我认为第二名的啦，好不好？还蛮爽的，就一口辣，喝牛奶，冰冰凉凉。我非常不爱泡菜口味，但是吃吃看啊，因为架上好像没有几款辣辣饼干。我觉得乐事是我普遍最爱吃的那种洋芋片，尤其是鸡汁口味的乐事，超级好吃。长这个样子的洋芋片哦，颜色也没有非常的深啊。糟糕。这个吃三片真的会有点麻、啊，它这个名字叫做导弹呛泡菜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它呛，我反而觉得多利多汁比它呛，这个反而还帮我减辣、欸，它的肉质味很重，他们这种洋芋片的口感，你通常吃那种鸡汁的洋芋片啊，都会有这种味道，乐事品牌的味道，完蛋了。当你吃过多利多汁再吃这个乐事了以后，你会觉得这个很像是科学面吧。以好吃程度来比的话，当然是乐事一样，乐事会让人家一直想吃，但是多利多汁不行，吃三片就不行。好好吃哦，完全不想喝牛奶。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卡拉姆啾，
卡拉姆鸠是我在有记忆以来呢，我觉得它是很厉害很厉害的辣辣饼干，连我家人都很爱，例如我妈啦，我妈很喜欢吃辣，难得会有一个就是让她觉得很不错的辣味的饼干哦，非她莫属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它的辣味程度在这个市场上是没有人可以匹敌的。哦，打开就有一种很重的类似胡椒味的东西飘出来，感觉它被闷在里面很久，颜色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比乐事还要深一点点的颜色。极星口味最强劲的辣糖心子，来，洋芋片做的好大，我的手除以二这样。它这个是辣的好吃哎。有辣哦，你要把这一片吃完以后你才会感觉到它的辣度哦，真的如它广告所言很强劲耶，你如果把这一包饼干吃完你会流汗的那一种，还蛮酥麻的感觉哦。这样相较起来我觉得卡拉姆鸠很好吃耶，完蛋了，多一多汁果然你还是辣味品牌里面最顶级最好吃的，不行，我们再给多一多汁一次机会好不好，我再吃一片，再吃这一片，我们看看。这两个综合一起吃好不行哦，我觉得我等一下会便便，我还没吃早餐，我直接这就是我的早餐。我觉得多一多汁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它那个辣是不能让人接受的辣，它的辣太呛了啦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排名来来来，辣辣感觉排名第一名多一多汁，第二名卡拉姆鸠，第三名乐事，好吃程度排名第一名乐事，第二名卡拉姆鸠，第三名多利多汁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的辣辣饼干试吃影片。我妈妈好像回来了，我看她愿不愿意入镜。你先猜哪个最辣？这个是最新款的，好像我妈试吃的是多利多汁口味。你要再吃这个，再一起品鉴。好，这个比较辣。这个比较辣。哪个是你比较喜欢吃的口味？这个比较好吃。跟我想的一样。那你再吃这个。这没感觉啊，对，这没感觉。好了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公平公正的哈，连我妈的感觉也跟我一模一样。希望影片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叫气泡的对我，我是谢秋，每天5点发布影片，大家我们886。